想要拿经典的陆行鸟吗？那各位玩家赶快去登录了啦！因为 Final Fantasy Legend 时空的水晶已经开放事前登录了，而且本周宣布基本免费制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哎，但是等等，先看看我们的第一手报道啦。FF 迷们注意喽，由日本史克威尔安尼克斯公司所带来的手机新作 Final Fantasy Legend 时空的水晶已经开始事前登录啦。本作由石田贵司担任游戏总监，承袭手机版前作《光与暗之战士》的流程玩法，配上穿越时空的探索要素，特别演唱的主题曲《Timeless Tomorrow》加上王道 RPG 阵容，消息一出，已经让不少粉丝们期待满表啦。更别提是基本游戏免费的道具氪金模式呢。而参与事前登录的玩家，还可以取得白鹿行鸟召唤兽作为赠品，超佛心的内容，玩家们记得上官网登录准备一下喽。